这个剥皮的时候一定要那个把它弄干净，不要让它沾到灰啊土啊什么的，这样就不用再用水清洗它，它的腥味就会少一些。如果剥了皮以后你再用水那个清洗它，它整个就会变得特别的腥，味道就会不好了，这点很重要。像这个老鼠它一般是没有什么肥肉的，你看到都是瘦肉。